谁说不跟你好？他说我爸爸说，跟我别跟我好。哦，他跟你爸爸说，让你爸爸别跟你好。你爸爸是我生的吧？是啊。嗯。你妈妈到时候不行，就那一下打你，你躲都没地方躲。告诉你，就靠你爸爸，保护你。妈妈打过爸爸，你还不喜欢爸爸，到时候你爸爸打妈妈又打你，你完蛋了。哦，你爸爸打我怎么办？小威呀，咔咔咔。那你打不过他怎么办？打不过他怎么办？我直接。说话不要摇摇晃晃的，好吧？110，来，帮我打。110打不来，没电话。不一样的，我们两个阴阳调节，还喜欢打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三个一样姓，我跟你们不是一样姓，我是外地的。妈妈，我要变成外地人啊！你要变成外地人啊？那你要先姓胡啊？对。你又不能姓李了，你得跟我姓了。你是云南的，你妈妈是贵阳的，你说吧。好，我认认认。跟我姓了哈。吴成瑞。好。毫不犹豫。嗯。你改掉了。嗯。我们一起到底，知道吧？要喜欢爷爷，喜欢妈，不喜欢妈妈的，我们走。嗯。啊、那都不行了，你再说破了嘴都不可能。不喜欢你还差不多，等下他说。你跟谁一对啊？爸爸、爷爷一对，我一个人一对，你站谁的一边？我站这一边。你跟我站一边。站着你两个人打不过爷爷，你站着是什么用啊？先来呀，先三把一下，妈妈拿两把，我再拿一把，咔咔咔咔咔，谁说打不过？打不过怎么办呢？直接再加几把，4把，一边拿两个，咔。那一百都打不过，说话站好了，老这样子。你那什么都没有。没打通，反正是我花流水，可别怪我。还是哪一家呀？一家是。一家没有去买桥，知道吧？那天杀人了。对。杀人，小心违法，小心我又看见报警，把你们警抓走。你们两个是坏人，你们卖枪打我们两个。不，你们俩坏人是坏人，你俩不站一边，我就要欺负你们两个人。我打枪打坏人，不打你们，你不是坏人，你不是跟我一边的，你是叛徒，你跑到幸福的那家，姓李的跑到幸福那去了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你那外公过去。妈妈来，我们叫外公外婆，还有。你的朋友一起打，我叫爷爷，还有李露，还有李露，你怎么叫名字呢？